喺度嘅？原來 Uncle Man 咧幫我申請咗何佩中爵士獎學金啊，仲啱啱批咗添啊！即係話咧，我要翻英國讀書啦。佢不斷幫我解決問題，但係我仲黑面對住佢。做咩事啊？阿 Man 生 cancer 啊，但佢仲走去踩單車馬拉松，我好驚佢有事啊！我是麦子峰，年轻的时候是著名单车手，在学界屡获殊荣，人称单车小王子就是我了。我试过由深圳踩单车上广州，最风光的那次就是参加198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在个人公路赛排名14，我是仅仅低过洪松任两个名次而已。喂啊，点啊，咩料啊？证实咗啦，依癌症嘅药。李小英应该食咗一排噶啦，佢三日前仲见过医生。阿 Matt 明明好地地，冇可能噶。讲起上嚟，佢呢几日真系好似有啲唔妥咁噶。寻晚啊，我哋食完饭，佢仲攞我哋落酒吧。佢仲做咗一啲我哋从来冇见过嘅嘢。嚟唱歌。唱歌。OK，3、2、1 ，Let's go。Let it be。Let it be。点解好人一定咁早死啊？点解个天要咁残忍啊？我条气真系好唔顺啊！做公关唔可以做成势，你试下搵啲嘢搞，听日搞酒吧吓，阿 Scott 间吧咧我啲份嘅，你谂谂佢啊 ！Keep it like that， 你帮我睇住啲细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根本佢就喺度交代身后事。佢入病咗边度踩单车啊？踩单车环游世界系佢嘅梦想嚟噶。咁佢年轻嘅时候实现唔到啊嘛，又知自己而家时日无多咯，咪好似 Mutie 咁样咧，要开最后一次嘅演唱会，阿 Matt 想轰轰烈烈咁样踩一次啊！仲话系好兄弟，咁都唔同我哋讲。我今朝仲同佢讲你走啦，咁佢会唔会真系走咗去唔翻嚟噶？唔系啊 ，Matt 少而家咁样样，我哋仲咁无聊喺度玩斗气。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啊？佢唔讲，即系唔想我哋担心啦。我哋继续扮唔知，做翻自己本分啦。希望佢比赛完咗之后，会积极面对治疗啦。咩事？你要顶住啊！我去个洗手间。出咗事啊！麦子峰啊，麦子峰，咪出咗事啊！麦少，麦少，你唔好喊啊！你笑我啊，你起身啊！麦少啊，你唔好有事。你唔系死咗咩 ？It's not me. It's Scott. 吓死我啦！你吓死我啦！我净系知道爱情系好 X 交叉 Y 伟大，伟大到个个都可以蒙住自己只眼都睇唔到。记住，我系一个有家室嘅男人。我觉得你同我女好登对，我要你做我女婿，藉口，全部都是藉口。